永寿宫内，后宫嫔妃生活展吸引游人的目光。院落内的海棠树枝叶繁茂，也许只有他们还会记得那些深宫往事。明成化十一年，永寿宫迎来了他的新主人。这一年，低级女官季氏被封为妃，踏进了永寿宫的大门。明朝内廷，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在这里进入了他的高潮段落。五年前的一天，季氏被宪宗皇帝偶然临幸，怀上了龙种。宪宗皇帝专宠比自己年长十九岁的万贵妃，宫中女子怀孕者都难逃万贵妃的残害。堕胎药喝下后，孩子却没有打下来。宫女谎称季氏得了肚胀的脾病，她被安置到宫外的安乐堂。在这里，孩子生了下来。宪宗的废后吴氏及太监张敏把孩子藏在暗室中，偷偷喂养成活。此时的宪宗皇帝正处在老而无子的烦忧中。成化十一年，张敏找到机会对宪宗哭泣禀报。宪宗欣喜万分，五岁的孩子被接到宫中，很快被立为太子，取名朱佑樘。季氏被封为淑妃，移居永寿宫。永寿宫位于内廷西六宫，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，初名长乐宫，万历时更名为永寿宫。中轴线上后三宫两侧的东西六宫左右对称，连名字也是相互对应。永寿宫与景仁宫命名出自《论语》，表示对人寿的祈愿。在季氏踏进永寿宫的那一刻，大概是怎样的心情？通往永寿宫之路是由深宫弱者铺就，宫里宫外到处是万贵妃的眼线，知道这件事的还有其他的宫女和太监，可是他们都选择了沉默，保留心中的那份良心。一个月后，季淑妃在永寿宫暴病而亡，朝野震惊，人们一致猜测季淑妃是被万贵妃投毒致死，但宪宗皇帝并未追究，而太监张敏也在不久之后吞金自尽。孝宗继位后，曾派人寻找母亲的近支亲属，却没能找到，只得作罢。童年的经历一定成为了孝宗内心最深的伤痕。他一生只娶了一个皇后，不立妃嫔，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。长乐、永寿，寓意美好的宫名下，多是后宫中现实的人生。